就是又是慢慢动起手，向这个桌上的乌龟旁边，他看了看乌龟，又轻轻啄了啄龟壳，发现这乌龟是为所动，结果就这么一记整龙摆尾，把乌龟给踢下去，掉到地上的乱丛里了。现在潘先生的主人吓一大跳，赶紧查看乌龟的状况。还好这乌龟是比较坚强的啦，没什么大碍。不过这鸟的用心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了。